这首歌叫《这个老火》啊，他就在写他自己，对。然后前面是他自己写的一首诗，对，一首台语的诗。1986年，就是民国75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杜邦公司要在彰化鹿港设厂，
所以他就跟当地的居民发起了400多天的抗争。那然后之后他就开始在台湾各地参加很多的环保运动，所以包括高雄的反武清，包括李长荣化工厂，包括最近这几年的国光石化，你都可以看到那个连心凌老师的身影哦。那我们在2008年再去鹿港办这个工作坊的时候，其实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教当地的 NGO 社运团体能够自己去拍，自己去做报道。然后我没想到那个连老师居然那时候应该也70岁了，然后来报名当学员，然后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对，70岁了，一个环保的老前辈。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人都会觉得说，我们做的其实都不够多。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要努力的事情，因为即使到他的生命结束的那一刻，连老师还说他要把他的身体捐给医院，然后来做人体的研究。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那这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投入到社会运动或社会运动记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可是其实常常在投入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会很开心，或者有时候你会很失望、很挫折。就好像我自己在这本书里面的序提到了一个，其实被蛮多人引用，就是20年前、20年后，我们在同样在办营队，然后同样在教大家。20年前我是一个学生，然后教参加那个大家怎么去拍摄，然后去学习怎么去做当时的所谓的意义媒体、另类媒体。可是20年后，我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个中年胖子之后，换成一个大学的教授，我同样在做一样的事情，教大家怎么去拍摄。所以我以前是学员，后来变成老师，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所以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到底台湾社会有没有进步？好，就是所谓的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或者说这个民主其实某个部分的确是民主开放的更自由了，可是它其实有更多无形的压力，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未必能够去察觉的，可是那个压迫其实是越来越大的。